到2021年嘅第四題啦，咁我哋解翻兩條式先啦嚇。第一條式咧就三九一齊乘五嘅，第二條式好簡單啦，就係 x 大過等於負四啦。好啦，第一條式繼續啦，七 x 減十四加五啊五大過十五 x 減十五，咁即係話咧五啊六大過八 x， 所以 x 細過七啊 x。細過七之餘，又要大過等於負四 ，combine 翻去，所以咧負四細過等於 s 細過七就係個答案啦。好，最尾 part B 問你有幾多個 positive integer， 即係由一開始數啊，咁啊有一二三四五六咯，咁所以咪六個咯，好簡單啦。